这是个原住民气息浓厚的聚落，传说中郑成功部将刘伯轩驻营开荒之处，北港西畔的国姓乡，原住民客家族群交汇的地方。意外的是，秘境中有一座欧风城堡，流淌着日式风旅。这是麦哥北港西温泉之旅的最后一块拼图。温泉之外，还有已经移居至此近80年，近几年发扬光大，品质达到精品级的外来作物咖啡。种咖啡的农民不但出国比赛，还邀请欧美咖啡名师前来交流。台湾中部的农业聚落历史悠久，族群交汇融合，还很有国际视野。冬意正浓，北港西温泉香浓咖啡正等着你前来享用。国道六号高速公路，这是东西向国道中利用率相当高的一条，和国道二号那种出国商务志在远方的风格比起来，国道六号的风景就在身旁，置身其上，心境要悠闲得多。比如九九峰就在路旁，埔里日月潭雾社清净农场、合欢山也在不远的地方。过去这些地方是以台十四线省道串联，如今国道让大家更快速地抵达，但速度一快，不免错过名气没那么大但颇有特色的小地点，比如双东、福龟、九份二山等等。其中九份二山和九九峰，只要提到921大地震，这两个的名字就会被提起。到今天，这两座山的耳朵大概都长茧了。另外有座桥，每发大水必损毁，它的耳朵应该也会痒痒的。看到这一座糯米桥，就知道来到了国姓乡。来到国姓乡，也一定要来看这一座古意盎然的糯米桥，因为这是先人的智慧所搭建起来的一座桥梁哦。比较特别，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桥梁主要的建材就是石头、石块，是打石打出来的一块一块的。那更特别的就是，当时要把这些石块把它粘起来，它用的不是水泥，是糯米混合了黑糖啊、石灰等等一些原料，然后做出一种很特别的粘合剂，一块一块把这个石块结合起来，听起来感觉是很脆弱，可是经过这么多年了，这座糯米桥依然屹立在北港西上。我们常常在新闻画面会看到，每次台风有土石流洪水冲下来的时候，很多画面就是整个水啊已经冲过这个糯米桥这个桥面了，但桥墩啊这些桥柱都没有被冲毁，表示它的工法是非常特别的。虽然桥面上有一点受损了，不过整个桥基都还存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就是来到南投县哦，进行一趟温泉之旅啊。那我们第一站就来到南投县的国姓乡，因为这里有非常有名的北港溪温泉哦，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这潺潺的流水声，就是北港溪。那它的源头发源在台湾非常有名的三岳遥远的合欢山啊，海拔3417公尺。那另外一个源头海拔3341公尺，白姑大山哦，都是非常有名的高山百岳啊。所以从合欢山一路发源流过来，那会经过像红乡部落，那经过惠孙林场、清流部落，然后一路这样流到国姓这边，然后从这边流下去到甘子林国姓桥附近哦，就是我们刚刚从国道六号下来以后，北港溪、南港溪汇流变成乌溪，或称大肚溪哦，一路向西流，流到台中彰化出台湾海峡，这就是台湾非常有名的乌溪哦。那它的上游就是北港溪，
那整个北港溪的温泉的泉脉哦，一路这样延伸到上游都有，所以这次特别来这边泡北港溪的温泉。那待会就进去开始要享受第一站的北港溪温泉。这段路 MIT 台湾至熟悉到不行，但是多数是路过此地前往雾社合欢山，从来没有想过可以轻轻松松进度假村泡温泉。而度假村占地广阔，进门没多久就从国姓乡进了仁爱乡，更没想到的是转个弯竟然从台湾的山林进了欧洲式的花园城堡。有机会在这里泡汤，也算前所未有的异国风情体验。李经理，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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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好，你好。哦，我刚从北港溪啊，一直进来啊，走到这园区，觉得这范围好大。是，当然，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是欧式花园。我们园区当然不只有这样而已，我们园区总面积有56公顷。虽然这边有原住民的风情，可是我这样走进来啊，感觉像是欧洲的花园啊，很多的塑像啊。对，像这个是我们欧式风格的一个巴洛克式建筑而成的一个钟楼。钟楼是，不过这56公顷真的很大，难怪刚刚走进来觉得走蛮远的。是，我们园区当然除了花园之外呢，我们还有丰富的游乐设施。大概有13样，非常适合亲子来游玩，还可以来体验我们原住民早期的一些生活技能，像打猎啊、织布、做陷阱，安排成课程来教游客，让游客在体验的过程中学到东西，还可以到我们这边非常有名的温泉区来泡温泉。哇，说到重点了啦，我们这一趟来到这里呢，就是要泡非常棒的北港溪温泉嘛。是是是。那待会我想先带你上去看一下风景，看一下夕阳，再去泡温泉。哦。这个规划不错哦，感觉就是视野很好的地方。我们园区的热门景点天空步道，天空步道，比如说那个地方可以看到夕阳，对，还可以看到清流部落，就是川中岛部落山峦美景。那我们就先来健行走一走，热身一下，待会再好好享受这边的温泉。那我来带你游天空步道，它在我们海拔差不多有500公尺，虽然不怎么高，但是你走上去，因为它地板是透明的，所以非常多人不敢走，因为你走上去就等于看到脚下的景观了。我们先在园区里面走一走，散步，看一下这边的风景，享受这边的芬多精，然后上到天空步道，看有没有机会看到夕阳。那看完夕阳，这温度慢慢降低了，我们就来好好享受这边的温泉。这里就是我们的天空步道。天空步道到了，这是哎，那这个时候就要测你的胆量了。哦，天空步道这突出去的一个步道啊，哎，有，还来得及，还来得及，还好我们刚好快速赶快上来啊，因为每次我们 MIT 要看日出和夕阳，常常都会错过，还好今天好像还来得及哦，看到这个夕阳还挂在天空啊，那我们赶快走过去。好，哦，不过这步道大概几公尺啊？100公尺。好。这个应该没问题啊，我们常常在爬，很多游客走到这里来，这边刻意用玻璃的，让人家看深度高度的感觉。哇，这边视野真的很棒哎，哇，看到的范围真的好大哦。哇，夕阳，终于看到夕阳了，还在那边，太棒太棒了。哇，真的现在可以看到夕阳。是啊，哇，今天运气不错啊，哇，谢谢经理啊，好险赶上了。夕阳慢慢下去了哦。是啊，哇，这夕阳其实蛮不错的，很漂亮，而且今天还蛮圆的，然后就从远方的山头这样慢慢下去了。像这样的景观，你们有给它一个称呼吗？我们这边的人哦，通常都叫它北港夕照。北港夕照，因为这里有北港溪嘛，然后我们又有一个北港村，所以这边人通常在下班的时候都看得到夕阳，那通常都有放松的效果。对啊，我觉得来这边看夕阳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一条路径，因为从下面这样慢慢走上来，其实路程也不会很长，刚好热身，刚好流流汗，然后来到这边视野真的是超级无敌好的，哇，从这个西面啊，一直这样看到东面，我不知道这个现在方位这样对不对？对嘛，因为太阳下去是西方嘛，哈，好像整个看的范围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哎。那通常在这边这个高点，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一个景观？是，那除了我们北港溪之外呢，在您的后方就是我们的现在称为清流部落，但是我们早期称为川中岛部落，那里面居住着我们的赛德克族的族人。清流部落就是在山的下面，对，那边很多房屋那边。是的，我清流部落这样远看很漂亮，而且它前方现在感觉有稻米已经成熟了，所以呈现这金黄色的。是，
所以这清流部落这过去跟雾社事件非常有关系嘛。是啊，所以在这个点可以看到许多赛德克族的部落。是，除了清流部落还有哪些部落可以看得到？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我们清流部落，再进去就有我们的新生村等等，然后再进到最里面就是有我们的惠顺林场。惠顺林场哇，就到我们的最里面。那再进去就是没有路了，如果还有路的话你就可以通到花莲去了。哇，这条溪因为发源是在合欢山嘛，北港溪哦，所以进去就是许多赛德克族的部落。对，然后到惠顺林场。是哦，那边生态也蛮丰富的，非常漂亮。因为我也在那边泡过温泉，一路泡温泉从上游红乡瑞元溪那边红乡，那一路泡下来北港溪的温泉。上次去惠顺林场也有泡，有一个能高大郡嘛，然后那边也有一个野溪的温泉在北港溪畔，还不错。再来的话就沿着我们的北港溪走，我们从仁爱乡它会汇流到我们国姓乡的南港溪，那再过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北港村，那就属于我们的国姓乡了。那当然国姓乡呢，我们最大众的是属于客家族群，那当然我们体验完原住民文化之后还可以到我们国姓乡来体验我们的客家风情。所以对面这个就是北港村。是的哦，北港村，北港溪旁的北港村。对，所以这边的族群又不一样了。对，是属于客家族。客家族群，像客家族群在这边算是人口也蛮多的。对，最大宗的占的比例差不多多少？差不多80%，我将近80%是客家族群。这也蛮特别的哈。所以这边又有客家的族群，然后有一些赛德克的族群。所以非常多的客人从国姓乡一路玩进来，就先到我们国姓乡品尝咖啡。哦，对对对对，国姓咖啡在我们这地区也有自己的一个产地标章了，应该那我们的产量也是全国第一的。这样子哦，所以来这边哦，尤其秋冬来这边泡个温泉，喝杯热咖啡，哇，这种享受是非常非常棒的。之后再到我们的仁爱乡这边来体验原住民的文化，就是这样安排2天1夜，其实是相当丰富的。最好是3天2夜，玩得比较透彻。深度旅游，对对对。附近相关的一些景点也非常多嘛，是。通常这样一路进来，来到这个园区，感觉也是群山环绕，然后中间有一条北港溪流出去。北港溪两岸呢，就看到很多的房舍啊、聚落，形成一幅非常美的田园景观，所以可以来这边好好的欣赏啊。先享受一下这边的美景，好吧？夕阳虽然已经下去了，但是它的夕阳光哦，照天空，云彩慢慢的变成橘色、金黄色，颜色非常丰富，所以可以看到差不多天黑，然后下去泡温泉，这样刚刚好。台湾有两条比较出名的北港溪，一条是嘉义发源，云林出海，著名的北港朝天宫就在溪畔。而这条北港溪则是从南投发源，彰化出海，它的上游有铁比伦溪、瑞延溪等支流，下游则是乌溪、大肚溪。这一线是我们经常出入的山林，溪上的温泉我们也泡过不少。今天晚上我们就能补上北港溪温泉的另一块拼图。清流部落位在南投县仁爱乡互助村。1931年第二次雾社事件时，日本人将雾社事件幸存的298位生还者，强制迁移到北港溪和梅园溪环绕的这个溪谷台地上集中管理，称之为台中州川中岛社，族人则自称为古鹿邦部落。国民政府来台后改称清流部落。日据后期，部分川中岛青年还因为皇民化教育诱导，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参加高沙义勇军赴南洋战场，无端牺牲。如今清流部落有机生产的川中米颇受好评，几乎供不应求。部落更以手工编织、有机农作、特色饮食等族群文化，以及雾社事件相关历史，推动深度旅游，相当受到游客欢迎。目前社区内有100多户，约500人，主要为赛德克族人。这
时候是人生至高无上的享受啊，太幸福太舒服了。这个水温刚刚好，全职感觉非常的滑啊，真的要谢谢阿乐经理，这时候一定要叫你阿乐。忙了一天，当然要来泡一下温泉，放松一下。对啊，刚刚在天空步道啊，看完这美丽的夕阳，还有在整个园区这边看到美丽的视野景观啊，现在泡这温泉真的是刚刚好，而且阿乐经理特别帮我挑了一个最好最适当的时刻，整个温泉区只有我跟阿乐经理两个人，为什么有这么美好的时刻？因为这个时段呢，客人刚好都在餐厅里面用餐，所以我们在看完夕阳之后来到这里的时段是刚好的，因为客人都到餐厅去了。对啊，就是要找这个空隙啊，要知道先探听一下大家作息时间，因为这边很多团体一来人很多啊，就很热闹，趁他们用餐的时候我们就先来泡我们泡完以后再去用餐。对，那用完餐听说还有表演，还有原住民歌舞表演。哇，真的太棒了。所以在这时候呢，就是我们两个独享北港溪的温泉啊。是，哎，这边池子有非常多个嘛，为什么第一个就选择让我们泡中间这一池？我们这一池的温度差不多在46度左右，是比较适合人体的一个温度。那往外延伸会越来越温，会越来越冷，然后可以提供给小孩啊，还是说比较年长的人去泡。对，因为现在时序哦，已经进入冬天了，已经过了小雪，所以温度是越来越低了。所以当然一定要先来比较热的地方泡啊，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温度真的是刚刚好啊。对，像这样泡进来不会觉得说很热，对，马上享受赶快跑掉这样子，对，我就可以这样，哇，这个整个放松啊，因为今天赶了一天的车程，那走了一段路啊，那这时候来泡温泉是整个身体舒畅啊，整个身心都这样放松了，放松了，不想上班了。哎，像这个温泉感觉是非常清澈、非常透明的哈，有一点点味道，还是有闻出一点温泉味道，但是它这个味道不是像阳明山那么重，它比较浓郁这样子。是，那它这个泉质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我们北港溪温泉呢，跟红香跟瑞眼的温泉脉是一样的，也跟庐山是一样的，都属于弱碱性的碳酸温泉。对，那我们井底抽上来的温度呢，在我们井底差不多是在25至35度，属于温泉，还没有到高温温泉。所以我们从井底再抽上来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再经过加热，再下来给游客来泡。所以这就是温泉，是，就不是说有时候抽出来是很高很热那一种高温，对啊，然后再把它加热到这个40几度。对，那我们整体这冬天来泡呢是最刚好舒服的哈。是，哇，那这泡温泉其实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尤其冬天啊，老人家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对身体是很好的。对，冬天的话应该是人就会很多，夏天会有人来泡吗？夏天通常我们会提供戏水池，可以给一些亲朋好友啊，他们看要泡温泉的可以在这边泡，那戏水池就在旁边，比较大池，小朋友可以在里面玩球啊等等，比较不会无聊。一般游客来到这边，大家喜欢泡大众池还是在房间泡个人池？通常据我观察下来哦，想要泡汤屋的只有情侣居多。那如果是亲朋好友还是亲子来，当然是泡露天温泉比较好，因为大家可以泡在一起，然后聊聊八卦，聊聊天，比较放松一下。对，因为情侣要一点隐私嘛，对，所以大家就在房间里面。是，所以像如果团体啊，或者说爸爸妈妈带小朋友的话，对，就喜欢在这个大众池泡这样。对，而且主要是小朋友来这边一定觉得很好玩哈，因为有各种池子啊，可以跑来跑去的，对，那不同的温度，享受不同的感觉。那尤其是一些团体公司行号来这边的话，围在一起聊天、聊是非、谈八卦，应该是蛮不错的。真的很舒服哎，这样泡起来哈，这整个通体舒畅啊。对啊。夜色慢慢暗了，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温泉水面哦，这烟慢慢的冒起来，40几度是一个最适合泡汤的温度哦。所以我们要趁这个时间啊，要好好的享受一下，待会就会大队人马来的。是，我们晚上还有安排精彩的原住民歌舞表演，所以游客来到我们这里，除了可以来泡温泉之外呢，晚上还可以欣赏我们的原住民歌舞表演，还会邀请你一起上台同乐哦。哦，那待会应该很热闹，是，好好享受，而且。如果说吃完饭，也可以在这园区里面走一走、散散步，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夜间生态，非常的好。要问一下经理啊，是为什么你叫阿乐？哦，这个要从我高中时期讲来。高中哦，看到那些跳舞的感觉很厉害，于是我就加入了热舞社。然后热舞社、对，高中热舞社。那加入了之后，大家都有外号，叫做什么？阿伟啊、阿浩啊、小李啊等等，很酷、很炫的名字。那当时我很爱笑。
就每天看起来很快乐的样子，所以那不然我就来取个小乐，于是就打入了他们的生活圈。哦，是，所以从此有阿乐的外号这样子啊、哦。所以下次如果来到这里啊，就找阿乐经理是带你去园区走一走，然后来跟泡汤，然后会告诉你一些好玩的景点，一些秘密的景点嘛啊、哦。那你这趟行程一定会很快乐啊，跟着阿乐一起快乐这样子。那我们就再进行的泡这个热乎乎的温泉啊，已经开始流汗了，嗯，这达到这个血液循环、新陈代谢的功效了，哇，非常棒。那就再好好享受一下了，好，啊，真的很舒服。台湾真的是宝岛，真的什么都有，不同的季节都有不同可以去玩、去享受的地方。对，你看像到这个秋冬，可以到各地去赏红叶啊、花海。那台湾就是温泉资源很丰富的地方，尤其到我们南投县啊，很多地方可以泡温泉。对，你可以选择不同地方去泡不同的温泉，然后享受不一样的风情。我们今天就来到这边，算是仁爱国姓啊，这个池子。我们在这应该算是仁爱乡，仁爱乡，仁爱乡哦。刚从国姓又跑到仁爱乡泡温泉，然后等一下又跑到国姓乡去散步啊，对，蛮不错的。是，反正都在南投县，对啊，非常鼓励大家来，因为冬天还有一段时间，所以大家可以踊跃来这边泡汤啊，泡这北港溪的温泉，真的是很棒的汤，很棒的原汤。知己难寻，能够一起泡汤的朋友也非常珍贵。阿乐就是一位难得的共遇良友，言之有物，有话可聊，永远笑嘻嘻，圆润可爱，既不会对着你的身材议论，本身也不是小蛮腰肌肉男，不至于对朋友造成压力。有他在，这汤泡起来就轻松了。泡完汤，全身筋骨松动，肚皮容量大增，这桌美味来的正是时候。除了拍拍浪景，摄影组不必像吃向导大餐那样拍向导讲笑话做表情，可以第一时间入座，这顿饭就更添轻松热闹的气氛。偶尔离开险峻的大山，松松筋骨，放纵一下 ，MIT 台湾制的观众应该能谅解吧。差不多所有描述少数民族的文字都会有能歌善舞这样的字眼，实在是全世界肢体最僵硬无趣的应该就是汉民族了。晚餐之后上台，左边扭一扭，右边扭一扭，适量运动有助消化，有一些舞步说不定就会出现在下次的热身操里面。至于户外的大众汤，果然像阿乐说的，晚饭过后就陆续挤进泡汤的游客。这里的温泉有高温、中温、冷泉、水瀑等八个池，阖家莅临同乐，从小朋友到老人家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池。泡完汤散散步，度假村里的城堡灯光、喷泉夜景都相当吸睛，会让你产生今夕何夕，不知夜宿何处之感。惠孙林场是中兴大学所属的实验林，位于南投县仁爱乡，占地约7500公顷。园区范围的高度从450公尺到2420公尺，拥有多样的原始林相，动植物生态丰富。日据时期原属南投厅官有林，之后移交给东北帝国大学、北海道帝国大学作为实验林。光复后曾隶属林务局，之后移交给中兴大学前身台湾省立农学院接管，改名能高林场。民国55年，汤惠孙校长视察林场育林工作时殉职，因此改名惠孙林场。园区内收集百余种台湾原生树种，以樟科、壳斗科三科植物为主。民国25年引进栽植的惠孙咖啡颇负盛名。
林场内另规划多处生态保护区，提供多种野生动物栖息。昨晚我们入住的就是这座欧式花园城堡，差点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幸好把大家吵醒了白头翁，鸣叫声相当熟悉。一早阳光灿烂，很多人黎明即起散步赏鸟，颇得乡居之乐。尤其度假村与附近部落紧邻，一大早人声狗吠隐约入耳，欧式城堡竟能拥有台湾乡间鸡犬相闻的田园气息，身心更觉安适欲贴。早安，昨天睡眠品质非常的好啊，因为泡完温泉以后整个身心都放松了，特别的好睡哦，所以一觉就睡到天亮了。那今天早上起来，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好，阳光普照啊。那整个天空非常非常的蓝啊，除了景色优美之外，那可以听到很多的鸟叫声哦。来这边健行走一走啊，对身心非常的有帮助。来到国姓乡，除了有非常棒的温泉之外啊，这边还有一种农产品咖啡。这几年国姓乡的农民呢，栽培了很多的咖啡，所以待会呢，可以去看一下这边咖啡栽种的情况。顺便品尝一杯香醇的咖啡。加油加油！不错不错，可以先运动健身一下。对，这是我们那个本庄园特有的设计的登山步道。好，是说又可以顺便运到爬山，又可以看个咖啡园哦，这样子不错哦。對對對對，因为我们刚从那个屋子那边上来啊，就经过这个田园啊，对啊，然后再來就是要爬一个坡，就是可以顺便运动健身一下，都不错。哦，现在我们这边看到都是咖啡园，对，我们的咖啡园，嗯，哎，那我们本庄园占地总共有十几甲，那种植的咖啡面积有五甲多了哈，嗯，所以说还蛮大，算是台湾蛮规模性的一个咖啡庄园。嗯哼，那我们最主要种的咖啡品种是阿拉比卡的铁比卡为主哈。我们国姓咖啡的主要历史也是从惠孙那边缘起了哈，但是我们也是引他们的种，然后开始栽种。然后那时候为什么种咖啡，也是921的时候，嗯，那么政府也是鼓励我们，就是从槟榔哈转做种咖啡了哈，嗯，那结果哎，槟榔树也可以变成我们自然的遮荫。哦，哎，我对啊，你看这边可以看哦，其实这边整个都是槟榔树，哎，对对，槟榔森林一样，对，所以早期这边是种槟榔的，哎，以前是最主要，国姓的最大宗就是槟榔，槟榔，哎，啊，就是因为921那个左右，它那个价格就是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嗯，啊，像水土保持局跟农委会，他鼓励我们来种咖啡，因为他们知道，哎，惠孙离我们国姓乡也很近啊，嗯，他就想说，哎，种咖啡应该是不错。槟榔树下种咖啡，这样是它适合的一个环境吗？非常适合，因为它刚好是它咖啡树自然遮荫，因为咖啡树它的习性就是这样，它就是不太喜欢那么大太阳的环境来晒，那，嗯，它也需要一些阳光，但是它要一些遮荫的效果啊。所以刚好这槟榔树顺便可以当作遮荫，对对，就不用另外再去种其他的树了，对对对，这样就有点再利用的感觉哦。没错，过去这边的田就是像梯田一样，一台一台的这样上来的，对对对，一台一台。然后我们等下就可以慢慢看我们整个那个咖啡园的环境。所以这边最早咖啡是从惠孙林场引进来的，对对对对，因为那边是在日本时代就有栽种了嘛，对对对，很早很早，所以品种是从那边引过来。对对对，从我爸开始栽种，其实有15年之久了，我是高中接。所以爸爸把这个棒子交给你了，对对，不错，年纪轻轻就身负重任了，对啊，对，就要照顾这么大片的咖啡园，不简单。今年3月的时候，有送到美国精品咖啡协会，嗯 ，SCAA。
好，它是一个权威性的咖啡评鉴的协会。嗯，那我们的咖啡送到那边 CQI 的分数是 84.92， 非常的高分，目前是亚洲第二名的记录，啊，也是台湾很难得的记录。只要超过80分，就是算为精品咖啡了。阿宽年纪轻轻已经讲出非常专业的术语哦。OK，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栽种的状况。好，现在开始正式进入阿宽的咖啡园了。可以看到在槟榔树下很多咖啡树哦，高度其实还好，大概跟人差不多或者是高一点点。那这边已经采收过比较少，然后往下的话应该会越来越多，可以看到很多结实累累的咖啡啊。哎，你好。你好你好。哇，你好你好你好。哇，这咖啡好漂亮啊。对对。哇，这个就是可以采收的咖啡了，是吧？对对，你看它很红了吧，很漂亮啊。对，这里就可以采了。真的是很红哎，一串一串的。对，水水嫩嫩的，比较红的，反正它红的可以了，越红越好，这样。哎，越红越好。哎，暖暖的，你看这样，人家你捏起来是里面是咖啡。哦，没有这个，人家是要里面这个，这个不要了。对，这是所以要水水的，嘿。哦，水水。嘿，对。要水水嫩嫩的，暖暖的，还有然后不行，比较不好做了，硬的比较不好。这样子哈。对对。你们几点就来这边了？我们7点要来这边做了。7点就开始来采收了。对。通常采收是从上面这样采收下来的。都可以啦，晚上和晚上都可以，看到红就可以采，看你喜欢怎么采都可以。可不可以这样一串这样拔？可以可以，整串可以，因为它全部红可以。哦，你采的速度很快哎。还好的，还好的。你建林，你要吗？哦，这样子马上就要采了是吧？OK OK， 我这采咖啡的时候都要背一个这个篮子，一个袋子这样子。对对。哇，你看它已经采了很多了，红彤彤的咖啡豆啊，水水嫩嫩的，哎，这个形容咖啡还蛮贴切的。你很会形容这个咖啡耶，水水嫩嫩的。哎，你是住哪里呀？我是越南人，嫁来这里。嫁来国姓这边。对，国姓对。哦，那嫁来这边几年了？差不多10年有。哦，有10年了。对。嗯，可是你看起来非常年轻哎，所以你10年前就嫁来这边了、啊？我二十二来台湾，22再加10，哎，不过看起来真的很年轻，感觉你现在就22岁而已啊、嗯？没有啦，我已经30了。哦，不过看起来真的很年轻，看起来年纪哦，谢谢你夸奖啦。采咖啡豆大概有几年的经验了、啊？我是刚采而已。刚采而已啊，嘿嘿，对，刚学采咖啡，刚学采咖啡啊。可是看你的动作已经很利落了啊，哎，你的国语讲得非常好哎，谢谢啦。而且会讲水水嫩嫩的，水水嫩嫩的，这样子好，会来试试看。你看这里吧，红的采起来，按捏捏起来这样子捏起来就好了。哦，红的，嘿，捏起来，捏起来，按捏，这个有一点粒粒的，硬硬的。讲的国语是这样标准，那你会讲台语吗？会啦，可是不标准。咖啡台语怎么讲？咖啡呀、啊。咖啡，哎、欸，对呀、啊，哎、欸、对，那国咖啡呀、啊。国姓乡大部分都是客家人嘛。对，客家人，那个台湾人也有啊。哦，很多了。那你会讲客家话吗？不会。哎、欸，其实，在越南是不是也很多咖啡啊？越南啊，我是有咖啡啦，可是我没有看过这样。哦，没有看过这样啊？对。對是说这个很漂亮吗？还是？很漂亮。那来台湾习惯吗？习惯了。平常没有采咖啡的时候，你们都会做些什么？是我都去采茶。哦，都是做农为主哈。对，我们做农的工作都这样。你喜欢喝咖啡吗？喜欢喜欢，每天都喝，一早上去工作泡一包带去，这样子比较方便。好，我看到这红彤彤的咖啡豆，觉得非常丰收。非常幸福的感觉，因为这个咖啡豆晒好，然后烘焙就会成热腾腾香醇的咖啡哦。喝一杯咖啡是非常享受的事情。那现在可以看到产地的咖啡是长这个样子，也是非常的红，真的是鲜红欲滴，就是这个样子。好，要加油，赶快采。咖啡豆的采收看来仍然是劳力密集的工作，又不像芭乐一颗好大，葡萄成串好采，咖啡的体积小，采起来更费事。
所幸有这些越南来的新住民姐妹，她们手脚利落，态度落落大方。比起坐在咖啡厅里的女性，在咖啡园里工作的她们拥有另一种美丽，而且美得毫不逊色。南投县仁爱乡新生村位于北港溪中游左岸，海拔485公尺的台地，与互助村相邻。从清朝到日据，相继有梅园等5个族群迁来定居。日据时设有梅园住在所，人口约450人。惠孙林场就在境内，早年广植梅树，以梅子为主要的产业，是不为人知的赏梅秘境。为921地震之后灾害不断，梅子价格也不如以往，居民生计颇受影响。老宽，哎，你种的咖啡非常有成果啊，真的长得非常好，非常漂亮哦，好像这个红宝石啊，绿的像绿宝石一样，真的非常棒。这基本上我们栽种当然是越自然越好，然后我们也是时常的，采收季之前我会给它施一些抑菌肥，好像牛奶、养乐多那些。其实我们每一棵咖啡树是非常健康的、啊。你们的咖啡吃这么好啊？对对，像我们这棵老咖啡树，它虽然已经有十几年那么老了，但是它还是依然可以生的那么多的果。当然是长得好，因为它喝牛奶又喝养乐多。对对对对，它还老当益壮。对啊，对对，吃的不比人差、啊。对对对，哦，所以咖啡树好照顾吗？还蛮好照顾的。嗯嗯，对，基本上它需要水。好啊，也需要一些空气，还有适当的遮阴，它就会生活了。这样子，对对对。那我看这个咖啡树，你说十几年，可是它高度不会很高嘛？哈，因为台湾的咖啡有都有给它矮化了。嗯嗯。那基本上在国外有的更野方一点，它可能咖啡树可以长到比人高200公分左右都没问题。哦，可以长到。哎，有的快两层楼。在南美洲采咖啡都要用梯子采啊。嗯。对，拿梯子。所以这都有经过矮化。对对对对。平常的话，我们是不会给它施肥怎样？万一它的树枝比较老，我们还是会给它修剪一下，它生的果才会比较完整性。所以照顾这个咖啡哦，就像要养一个小孩子一样，就是要关心它，照顾它。对对对。真的，自然就会长得好。真的，对对对对，就会回馈给你。对对对对，哦，长得整个树都是咖啡豆啊。对啊，所以这产量算还蛮高的哦。很高很高，像今年没有台风来讲，生的会特别好啊，日夜温差大。那刚好是咖啡他最喜欢的环境。那待会是不是就可以回去看一下这咖啡是怎么制作的？对对，然后品尝阿宽煮的咖啡。好，没问题。哇，都不简单了，20几岁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成果了啊，不简单，不简单。好，品尝阿宽的咖啡。振奋人心的时候到了啊！现在要好好的来品尝一下国姓这边84.92的咖啡哦。84.92是84.92分嘛？对。哦，这是国际的评鉴的哈。那刚刚我们已经亲自能够采摘这咖啡，那这咖啡经过一连串的制作的过程哦，刚刚已经烘焙好这个咖啡豆，那现在煮出一杯热腾腾、香喷喷的咖啡哦。那现在除了阿宽之外，老将亲自出马了哦，苏大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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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您两个。真正做做港片的，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哦。哦，苏大哥，你那里看起来容光焕发呢？啊，以快乐的心哦，来经营这个咱即马台湾上行的这咖啡行业吼。嗯。安尼，好多阮阿宽烘焙师吼，烘出来这支就是咱的国姓鹿赛道圆豆吼。嗯。啊，这个是蜜处理豆吼，蜜豆，什么叫做蜜豆？蜜豆就是咱采下来吼，会再咱卖煮出嘛，去咱面顶来卖咖啡采下来，啊，脱皮了，啊，予伊经过速度的发酵吼，啊，来啊研制这个蜜豆，这个蜜豆是咱今年的主力产品，今年伫个市会遐有。
去美国 CQI 哈，精品咖啡协会认证哈，得到了84.92的高分，啊，今年佫延续来啊，做这个风味哦，啊，昨天测试起来。相当的成功，就即摆看起来较扁的，这就是蜜豆，对吼。蜜豆嘿，这个母豆啦。母豆，刚刚讲这是84.92分数的咖啡哦。啊，头先苏大哥有讲原豆，因为刚刚有看到阿宽在烘焙嘛，我刚这边有看，哦，第一个是非常非常的香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原豆好像跟这个看起来它的形状不太一样哦，这真的是圆圆的，有点像烘好，有点像红豆那样子，圆圆椭圆形哦。圆豆跟一般我们现在看到的咖啡豆有什么不一样？圆豆，在咖啡我们简称为公豆。公豆。公豆，两片扁的，迄叫做母豆。圆豆伫咱咖啡的认知上是伊的花瓣，它是单瓣，它是双瓣。单瓣呢，伊也打完圆。在我们的制程上差不多10粒才有选到一粒，所以工的比较少就对了，对，工的10粒才有一粒。它的口味有比较好喝吗？口味是因个人所欲啦，你认为好喝就是好喝，怎么说呢？因为它是它的音量会高一点，也会比较重，但是在我们制程上比较会时间会功夫去挑，因为圆豆要啊煎出来，这时间嘛，佫浪费一个人工伫遐煎，所以无刻意啦。伫个走咱岛啊大细粒时，有这个亲信遐，咱会啊用岛啊捡一寡个，咱家己品尝，跟好朋友来品尝，这样。因为这工的吼，就较高工个。爱佫经过煎过。对，不过刚刚看到阿宽在烘的豆子，他就特别挑着公豆来烘焙啊，就让我们来体验一下。我们刚看的烘的都是公的嘛，哈。对对对对。所以刚刚阿宽煮的话，也是这个公豆来煮的咖啡哈。哇，今天非常幸运啊，喝到一杯完全用公豆煮的咖啡，那我好好的品尝一下啊，谢谢哈。谢谢谢谢谢谢大哥，谢谢阿宽哈。先闻一下。哦，这个还没有喝哦，刚。光这个闻这个味道啊，就非常的舒服，非常的香。因为这个在一个环境里面有这个飘着咖啡香，就感觉很浪漫哦，就很有诗意了哈，真的很香。尤其是果香这么明显，淡淡的一点酒香，有一点点酸，微酸，微酸，微酸，对。可是喝起来真的都不苦，不会很苦，真甜呀。我只能说真的是好喝，赞。赞，评价赞，好喝的。尤其我们这一次可以跟歌贤来评比哦，跟艺妓来相提并论哦。我有听过说艺妓是很高档的咖啡嘛，哦，这样子哦，这很特别，圆豆就是公豆的咖啡啊，真的不错。哎，谢谢苏大哥啊，好，不会，那谢谢阿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品尝到这么好喝的国姓的咖啡哈，谢谢，继续加油。谢谢，加油！十多年来，每到岁末年终的咖啡产期，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记录过许多咖啡制作的过程。这些年，种咖啡的农民变多了，使用的工具机械也从电钻、茶叶筛子等因陋就简的代用品进化到特制专业化的生产设备。父子俩从民国89年开始种植，十几年来，他们始终感谢惠孙林场转移咖啡种苗和种植技术，同时也不断精进水洗、日晒、烘焙各方面的技术。除了出国比赛，还曾经邀请欧洲的咖啡名家到南投来技术交流。原本就容貌相似的父子俩，也在彼此替力钻研的过程中更加神似，感情也更亲近了。最近几年，爸爸越来越欣赏儿子的手艺和经营事业的态度，几乎完全放手。这个温厚山村的醇厚人情和浓浓咖啡，看来会一直飘香下去。能高大圳是南投农田水利会于民国44年起设计施工，历时17年完成的大型农业灌溉设施。
灌溉系统分别由九仙溪、关刀溪渠各一座，干线总长16公里，其中隧道就占14公里，总饮水量每秒可达4.32立方公尺。干线输水道埔里的能高瀑布分为东西两干线，总灌溉面积达到2900多公顷，是埔里地区农业经济的命脉。921地震受损严重，历时8年，于民国96年修复。除了灌溉用途，能高大圳沿线景观雄奇，并有零星温泉露头，具有油气价值，但路况不佳，需4轮传动车才能进入。如果没有充分准备，不宜冒险进入。流淌在群山环抱的土地上，灌溉良田千顷，滋养着族群不同却同样温良勤奋的人们，更有从溪流上游至此的热泉处处。麦哥终于在这里将北港溪的温泉完全体验，这是轮机假水认识北港溪的最佳方式。合欢初雪刚刚飘下，泡汤气息越来越浓，还有另一个温泉圣地等着我们投身体会。